改造的名人，一定要介绍他出来吗？他是谁呢？就算了啦，我们时间够是不是？够长。好，先谢谢大家收看哦。哎，猫本是不是？好啦，这个他呢，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，从这个助理主持，然后也表现得非常亮眼。然后他今天给了小伟老师一个非常困难的主题，就是他要成为唱跳歌手。让我们欢迎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是谁，谁，张惠妹，在张惠有瘦一点，最近有瘦一点，所以在 NBA 看演那个球赛被拍到 ，NBA 看演唱会被拍到，我刚刚走，我紧紧走过来，哎，菲姐，你有看到新美吗？真的假的？有点感觉，有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今天要录之前啊，然后我就在这个化妆室就听到制作人说，哈，改造还要20分钟。为什么那么久？然后我转头我就说，可能新美真的太困难。然后我就说他今天要改造什么？他就说他想要变成蔡依林。啊？为什么小伟老师你要接这么这么困难的工作啊？而且他还嘴软呢。我们在录影片的时候还说，哦，这个蔡龟哦。哎，龟。其实你要唱跳歌手，你不要局限蔡依林啊。对啊，闪亮三姐妹也是。那个萧亚轩也可以吧？也是唱跳。也对啊，也是啊。还有最近那个石敬瑶。大小芭比也是 嘛，好了，那我还是蔡依林。大小芭比，蔡依林好，蔡依林。蔡依林的妆要改造的重点会有什么？欢迎小伟老师。嗨。重点是模特。其实我今天想要把它改造的是，跟蔡依林以往不一样的，就是她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个比较重的妆。会不会跟蔡依林这个人都不一样？哎，我真的是有主题。尽量了，已经尽量了。对啊，这个演唱会就是那个 Ugly Beauty， Ugly Beauty 那个专辑啊，然后演唱会整个封面，嗯，视觉。没有，其实我接到这个，我觉得每次制作单位都给我很大的困难挑战。也是因为你够厉害才改的。对呀，没有没有。没有，我今天把它改造啦，就是在妆上面，其实最重要就是眼妆的部分跟眉毛。其实我眉毛有帮它画了一个，前面就是画了一根一根的，因为它本身眉毛有前面比较压眉一点点，那它有雾眉往上，所以我在它雾眉的地方有帮它画一点一根一根的。有啦，它的眉毛算是有眉毛，它有眉毛的，它是有眉毛的野生眉，对。然后我最后用那个染眉膏稍微把它让它立体一点。那眼妆比较重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本身它的眼凸本身就很凸了，嗯，再来它的眼凹也很凹。如果你今天画一个，它不适合画浓妆，所以浓妆就是可能烟熏妆比较深的颜色，画完会变成年纪唱戏年纪会更大，也是对，会更凹。那所以我今天是把它画整片到眼头的地方，也就是蔡依林常会。在演唱会上会画的大地色系，或带有一点粉色，加一点粉，所以我用大地色系再加一点粉色，让它的层次看起来比较明显一点，不会这么局限，让它感觉好像一块在那边。了解，对，谢谢，把它烧成三碗，煮成一碗哈。好，谢谢。